盖言佛为预设当来成佛之故，令行人呢失其当下自因之力，啊，自己修因的利益，令知现在菩提之因，定得成佛之果，故云受其经中受菩提起，表于会大师君蒙受其定道作佛。啊，经中所说的十六位正士，啊，这十六位等觉菩萨都是在家的，啊，在此地释迦牟尼佛为他受记，他们将来决定在极乐世界成等正觉。那等正觉就是作佛，我们遇到这一会，读到这一段的经文跟注解，啊，注解里面念老引用经论，啊，大日经疏，引用密藏记钞，啊，为我们真实佛受记是真的，我们相信，我们要认真学习，认真念佛，放下万缘，只有一个方向，西方极乐世界，只有一个目的，亲近阿弥陀佛，这个心情坚定不改变，而且认真努力向着这个方向去走，不久你就会得到阿弥陀佛的授记。啊，有人在梦中见到，有人在定中见到，啊，都不是假的。你知道你什么时候往生极乐世界，啊，现在在这个世界，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，你都很欢喜。为什么呢？我知道什么时候我到极乐世界去了，欢喜 啊真的法喜充满了。